已经很多很多人问我说："哎，为什么你要脱光衣服拍片啊？"然后就是有人认识我，他说："啊，你就是那个脱光光衣服的摄影师嘛。"这个已经变成我的好像一个招牌了，但又不是我想要愿意就是都脱光光衣服。就我把。已经很多很多人就把我跟脱光光这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，就他们就说啊，你就是那个脱光光的那个摄影师嘛，哎，对，就是我，没错。那为什么要脱光光呢？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太热了，就这么简单的原因。衣服为什么要穿？保护你的皮肤嘛，跟保暖嘛。啊，我很热，我一直流汗。哦，为什么我要穿衣服？我很热。为什么要穿衣服？我超热，然后我这样拍片，然后一直流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呢？我只是想要有比较深的景深，就是我的想要把光圈缩小嘛，所以我要打很多很多的灯。那这些灯真的是超级无敌热，然后我的冷气，然后又要开很冷，然后风开很强，还是抵不过这几千瓦灯。我们来看看到底花了几千瓦灯在打这个小小空间里面。OK，这里，OK，这一盏350瓦，OK，这一盏350瓦。那这一盏差不多80瓦，这一盏差不多80瓦。这一盏呢也差不，这一盏呢也差不多80瓦。这一盏呢，差不多1000，这一盏呢，差不多1300瓦，真的是爆炸热。这一盏呢，差不多1300瓦，真的是爆炸热。那最后嘞，上面这里还有一盏，
最后这上面还有一盏350瓦的灯，所以就这样加起来就是爆炸热诶。我这最后上面这里还有一盏350瓦灯，就整个是爆炸热诶。然后我通常拍影片的时候，顺便电脑也在跑图，然后就是一边输出影片一边算图，所以我的电脑差不多有500-600瓦，所以我整个房间这样子就几千瓦灯，超热。然后我平常拍影片的时候，电脑也在算图，就，那平常拍影片的时候，我就在。那平常我在拍影片的时候，我电脑就在算图，所以我同时也在花500-600瓦电脑在运算东西。这整个是房间爆炸热，几千瓦这样子烧，然后我冷气这样子吹，根本就冷不下来，因为爆炸热。我拍一个影片，然后满头大汗，这样到底要怎么拍？我就只是想要让我的光圈缩一点，然后让前后清楚一点，就简单来说。那我平常拍影片的时候，我电脑也在算图，所以同时也用了500-600瓦吧，所以我这样子整个房间就几千瓦电就这样子在燃烧，然后来照亮我的影片。那我的冷气当然也冷不了多少，开到最强，开了23度、22度、21度，还是一样热，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消耗这么多电力，然后把它散热，真的是爆炸热，所以我平常拍影片之后就满头大汗，然后全身湿哒哒。如果我再穿上衣服，我现在没有穿衣服就已经都在流汗了。我穿上衣服，我是，OK，穿衣服是为了保暖，OK 吧？OK，穿衣服是为了保暖，我没有要保暖，我穿个屁股衣服。那我之前在YouTube 频道初期的时候，我也坚持说我要穿着衣服拍摄，就让别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嘛，然后也让大家看起来比较好像我有在认真做这个影片，但是没有人在看我的 YouTube 影片啊，没有人在看，然后我 YouTube 也没有赚多少钱，我一个月电费5400-5500块，2个月一季电费就几千块破万了，真的是，所以为了冷气不要开那么强。然后我又想要玩我的摄影器材，所以我才脱光光。这也是一个不得已，除非有人就是来 donate 我嘛，我把我的 donate 链接放在下面，有人 donate 我，我可以付电费，那我就穿衣服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就是因果关系，我有钱，啊，我干嘛不穿衣服？我是脑残吗？反正，反正之后有人在问我说：“哎，为什么？”反正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啊，为什么你又脱光光衣服拍摄？”我就把这支影片传给他看，叫他 donate 我嘛，叫他当我金爸爸。如果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脱光衣服拍摄？”我就把这支影片传给他。这么热，你是最好是这样变烤鸡哦。那 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哦，为什么你都拍？”那之后再有人问我，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都脱光衣服拍照？”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你在脱光衣服拍摄？”我就把这支影片传给他。你要把我变纸包鸡是不是？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你又脱光衣服拍照？”我就说：“之后再有人问我说：“为什么我又脱光衣服拍摄？”我就把这支影片传给他。你是要把我变烤鸡是不是？纸包鸡，纸包鸡。反正拍摄影片，
反正摄影师嘛，所以对影像有一些坚持。那有的时候想要玩一些特殊效果，像是我要微距摄影，我真的灯就是要开这么多，不是在开玩笑，就是几乎灯就要全开嘛。啊，这怎么热？我是要拍什么东西？真的很热很热，我现在已经就是流汗了。其实这个1200瓦的灯，现在我也开个10几%的处理而已，但我已经在流汗了。这个冷气，我不知道是冷气太烂还是怎么样，反正真的很热，不要为了自己拍影片自己爽，结果还折磨自己，然后把穿着衣服，然后把自己热死，就啊，体谅一下呗，体谅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 反正就摄影师嘛，有对自己的影像有一些坚持，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呈现的东西，那就这就是要克服的困难，那就是。有的时候拍微距啊，或者是我真的前后东西有要都同时有焦的话，或者是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前前后后，那我光圈就要缩嘛，那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一些限制，然后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效果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反正摄影师嘛，就是有些。对影像的坚持，就我还是要坚持嘛。就我是摄影师，我想要呈现怎么样的感觉，那我还是想要自己呈现，我想要自己做出来。那自己是一位摄影师，那身为一位摄影师，那对自己的影像也是有一些坚持的嘛。就我想要做一些效果，就我真的是要把光圈缩，可能到 F8 之类的。我在一个小房间，我就是全部的灯真的就全部打开，像是拍微距啊，或者是我前面后面有的要同时对到很多东西的话。或是我前前后后这样动来动去，我都要有焦，那我真的就要缩光圈嘛？哎，我现在目前这盏1200也没有开到全出力，我现在才16%而已，就我已经在喷汗了。我没有穿衣服就是喷汗了，冷气也不冷啊，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我在穿衣服，我是这样，我要自残呐、啊，我要把自己闷死是不是？到底是想怎样？